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呢，就是这个在你要买轮胎的时候，什么东西是你要注意的？因为其实讲真，大亚佬你去跟他问他，他都是跟你讲这个 OK， 这个 good， 你觉得 OK， 你就给钱了的嘛，对不对？你自己被坑了，被找笨了，玩板了啊，你都不知道。今天我要教大家第一样轮胎知识，就是你的轮胎尺寸是什么？这辆车的搭配是225/40R18。YXL 到底这个整个意思是什么呢？ OK， 很简单，225是什么呢？就是轮胎的宽度，不是这个宽度啊，这个跟里面的宽度，那个宽225mm 啊。这个 slash 隔壁这个四舌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呢会以为是40mm， so bro not it's40mm 变成这样多，40mm 这样少而已啊！你有白痴啊，有时候没有逻辑的那些人。40是什么呢？这个轮胎225的 40%。OK， 所以我做一个数学给大家看，到底225的 40% 是多少呢？225除100乘40，所以呢旁边呢就是整个是90mm。简单来讲，中间这个叫扁平比啦，啊，这个就是官方叫法。OK。不然有些人叫做过太阳给薄啊，几薄啊，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225mm 的宽的 40%， 所以就是90。我刚刚做了 math， 这个是一个数学来的，但是其实呢不是每一辆车都是这样算的啊，很像 4x4， 因为他们的宽度太宽了， 4x4 15寸便罢了嘛，然后那个东西那么大条那么粗，他们是用什么呢？我之前有 Hilux 有安一条打压是那种 offroad 打压， 4x4 的那种 offroad 打压是怎样算呢？他们是用 total 的那个高度，就是31寸、32寸、33、35。大多数马来西亚现在玩的 4x4 啦，都是 Hilux 大概是用31、32寸，但是如果那种 hardcore 啦，用那种 sandy bit 打压呢，那种就是35寸。 total 高啊，从底到高是35寸，他们是用寸来算的，大家就不是写这样子225什么了，他们225啊什么 R18 这种呢是用来在这种接胎啦，接胎是可以用这种 offroad 大家是直接用寸，35寸高都得乘 12.5 寸宽，然后后面就是你轮胎的那个啦，就是15寸。然后这个 R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R 就是 radian 就是里面你的 rim 的那个 size 啦，简单来讲就是直五线，就是中间这边到这里到上面是有几多，就是 R 就是18寸，所以这套 rim 你就知道是18寸了。再来后面有一个 Y， 有些有 Y 有 Y 有 W，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有故事的。你看这个外面再小一点的，这个小一点的这个有225/40R18 92YXL， 92Y 是什么意思呢？92就是这个轮胎可以承受的重量，92是什么？我一定有一个list的，我先开给你们看。 OK， 92呢就是一个打压啦，可以承受630kg， 所以它从70到126都有，但是街车大概是从70到100之间啦。这个呢 extra load 就是可以载更多东西，但是这个 Y 呢是什么意思呢？在这种打压里面呢， Y 跟 W 呢是它的这个打压可以到多少的 speed 都还不会爆啦，简单来讲就是它可以承受多少的速度。 Y 呢是可以到整300 km/h，W 呢就在270 km/h 这样子。可能你会问，我看到有一些旁边那个数字啊，225/40ZR18，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Z 的意思是 for high speed tire， 因为 Z 的意思呢就是 at least 可以跑240这个 tire， at least 啊，然后过后你再配上这个 W 或者是 Y， 你就可以看到 W 的话呢就是可以到270，Y 的话呢就可以到300 km/h。 OK， 这个 XL 就是 extra load， 它其实是可以承受比这个数字更高一点点的重量，大概是多一个50 kg 左右，所以它有放一个 XL 就 extra load。